大家好，我叫张玉成，我现在效力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They're taking a look, but it is gone. 我不晓得，全力挥击啊，不管没有打到球就全力挥击。球季结束的时候，然后就重量训练做的比较重，这样我才发觉到我就是挥棒速度，然后那些power就也慢慢的出来，有这个能力就好好向这个能力去追求。今年呢，整体自己表现我觉得就不如预期吧，因为只有全垒打突破，只是打局有点。就是有点低，打爆原因也有输在自己的心里，因为自己会怀疑自己为什么会打这样子，对吧？像去年为什么打好，就是因为一整天很顺，很顺，所以比较每天就是比较回去想一些坏的啊。然后像今年就是比较会怀疑自己，到底能不能留在这里。像他投不好的时候，我就会跟他说为什么投不好啊。然后像我打不好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一直在安慰我，就说没关系，就是下一个打击再来就好。像漏接的话，他说没关系，就是一颗一颗来，就不要。不要太紧张，就是我们就会互相鼓励。机会是准备，就是有个准备好的嘛，所以我们就是把自己先充实好，下一步就是希望能当大赢这样子。大家好，我叫张玉成，我现在效力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我的目标是希望能赶快上大联盟，请为我加油。